感到非常之傷心嚇，亦都喺呢度咧向啊鄧女士嘅屋企人咧係致以深切嘅慰問，特別係鄧女士嘅女兒，佢喺媽媽病重呢幾個月咧係表現出無比嘅堅強同埋冷靜咧，我係對留下咗好深刻印象，亦都對佢非常之敬佩。我可以同大家講咧，呢個不幸嘅事件對於特區政府嚟講咧，唔係一件事咁簡單，佢唔會過去咗就算嘅。我都係要求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要跟進。一個就喺我哋公營醫院裏面嘅醫療嘅程序嘅謹慎嘅程度，係要去睇下點樣可以嚟到去增強。第二方面咧，就係社會對於捐肝呢樣嘢年齡嘅問題啊。政治、社會同埋道德嘅考慮應該係點樣呢？咁早前特區政府都做咗一啲嘅諮詢啦，咁稍後亦都會同社會咧係公布嘅。